那是当归鸭吗？应该是红面斑鸭吧。哦，好好，还是这是燕尾服蒙面鸭？摔跤鸭。哦。嗨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然后要遮他的脸。好，好，现在是我们第一名的新鲜芒果，中间芒果水果做的，外围纽西兰牛奶，另外加两层的新鲜芒果水果。来，再加第一层。加第二层。